小心。得亏是你啊，要是砸到别的妹子可就惨了。滚吧你。哎，加一个加一个。那李斯你跟武阳一波吧。可拉倒吧，我不要他。我也没说我要跟你一波。你说你个女生怎么那么爱打球？要你管。要让你这手吗？不要。我要进攻了。怎么了？脚崴了。我看看。哎，别动，疼。上来。干嘛？我送你去校医室。你说个女孩子，你瞎打什么球？揩油了。啊？为了这样子揩油，明白吗？你真不明白我什么意思吗？你别逗了。没什么大事儿，晚上记得换药。嗯，谢谢老师。好。谢老师。失败了的。那个，你换了凯油的方式也是可以的。啊？反正怎么凯油都可以，受伤很不划算吧。